来，也就是哦，这个我们需要被主充满。重要的是哦，我们这个要需要打开。那要怎么打开呢？口先开就对了。那好不好？我们把副歌跟身边人说一下副歌，好不好？嗯。好，我们再说一次就好，副歌就可以哈。林森林，你在里，是灵充满我，灵且强化，带着丰盛生命，流出活水江河。好，们好，我们要来唱一下啊、哦。哎，我先问一下，谁唱过这首诗歌？这么少？手要举高，不要这样举。好好好，我大概知道了。阿妹，好，我们就来唱啊、哦。神之于人，一切正常不是全都在于定你。人需定你，莫做神灵本质，对神才有敬礼。灵神的灵百的一直灵充满我，灵且成化，带着丰盛生命，流出活水江河。我先唱第一节就好，把它唱熟就可以了。神之于人，一切正常故事全都在于定你。人需定你，我做神灵本质，对神才有敬礼。灵神灵，灵百一，一直灵充满我，并且成化，带着丰盛生命，流出活水江河。神之于人，一切正常故事全都在于灵里。人需灵里，莫做神灵本质，对神才有敬礼。灵神灵，灵百灵，一直灵充满我，天界成花，带着丰盛生命，流出活水江河。只唱第一节，也就是哦，盼望大家怎样哈？但最好的，待我们把副歌都可以背下来哈。这里有几个关键啊，就神之于人一切的正常故事，神跟人呢、啊、发生的、啊、都是叫做正常故事，在哪里呢？在灵里。那全都在于灵里。哎，要我们要学习要转向深处，好好的享受它哈。所以。我们再只唱第一节，最好就背下来，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唱，可不可以？站起来比较容易释放的哈、哦。然后唱呢，请记得哈、哦，我们还是尽量有同伴来彼此唱，会更喜乐。阿门。来，你看看身边在座的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先看一下，讲，看着才会喜乐啊、哦。Amen， 感谢主。阿门。好，我们再来唱啊，好不好？好吧。神之于人，一切正常故事全都在于灵里。人需灵力，莫做神灵本质，对神才有敬礼。灵神灵，灵百灵，一直灵充满我，灵且神化，带着丰盛生命，流出活水江河。帮助大家更失败一点，因为不然大家还是太害羞了。不要只是看诗歌本哈，这个后面副歌还是怎么样啊？我们还是加一个嘿好了啦哈。大家回转下音台啊，林森林，林森林，嘿嘿要对，一直啊，一直讲话就对啊。林森林，嘿，林海林，嘿，一直你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后面要说充满我就对了哈。阿门。会了呗，会了啊！好，再唱第一节啊、哦，第一节啊、哦，待会再只唱副歌。神之于人，一切正常故事全都在于灵里。人需灵力，莫做神灵本质，对神才有敬礼。灵神灵，嘿，灵百灵，嘿，一直灵充满我。充满我。带着丰盛生命，流出活水江河。我们只唱副歌了，请记得一定要跟同伴眺望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弟兄跟弟兄，姊妹跟姊妹就可以了哈，好不好？这个大家彼此不一定都很熟悉，还是能够彼此相调，有没有？
的弟兄们就尽量哈，这里的太熟了，要跟后面的比较相调一下，好不好？阿们，你要握手握黑都可以，但至少哈，我们那个啪啪哒一开始就要彼此挑换就对了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灵神灵，嘿，灵摆灵，嘿，一直灵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灵切身化带着丰盛生命，流出活水江河。要出新成全训练，第一个就是什么呢？我的灵需要被操练啊！从小到大，我们都会操练身体，也会搞头脑，但是呢，不会接触神啊。接触神跟什么有关呢？灵。要操练，你好，就要喜欢看弟兄姊妹，没有关系啊。越操练才会，你会觉得，哎呀，我里面才知道怎么去摸着主就对了啊。你再唱啊，灵神灵，嘿，灵摆灵，嘿，一直灵充满我。好，我们弟兄来先坐下来，弟兄先站起来唱就好了。弟兄啊，来背一遍啊，弟兄就好，弟兄不高啊，来。灵神灵，嘿，灵摆灵，嘿，一直灵充满我，充满我。千生花带着丰盛生命，流出我水江河。再唱一次，你们彼此握手一下，我看没他都还在原位就，就表示还不够的喜乐啊。灵神灵，嘿，灵摆灵，嘿。学习从自己里面出来就对了哈。好的。灵神灵，灵摆灵，嘿，一直灵充满我，充满我。切成花，带着丰盛生命，流出活水江河。好，弟兄姊妹有没有被充满啊？阿门。阿门是有还是没有的？收了。好，感谢主啊！有没有背下来了？